2007年10月1号，那后面的事情他自己讲哈，好不好？因为那个其实那个已经是古早历史了。我觉得他到了大爱台之后哦，那个我觉得他是对抗一个体制，因为体制他不见得是对的，所以他非常勇敢去挑战体制。那他是比较白的。没有，我觉得虽然他付出代价，但是我们还是要给他拍拍手。其实老师不用担心啦，他虽然去年讲的是机会写作文跟 ABC 的，你光说你够了。然后呢，我们上去年的这个时候的这个课啊，我们上到不想下课，所以今天我的责任是，你们10点以前要下课。5点20分。对，所以大家等一下不要太嗨，好，那我们后门会锁起来，你们也别想出去，好不好？好我们现在被电脑屏幕操作的太怎么讲？太多了啦。我们今天就不要电脑了，好。好 ，OK。啊，那个我等一下会找你哈，我会有10分钟那个谈话的时间。老师，请问一下，我可以录影吗？上课。只要是你开口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啊，谢谢老师。因为我知道有一段关于你非常感人的故事。真的。我知道你都一直在用影像来写生命。我知道你都一直在用文字感动别人，我也知道你常常有自己的意见跟别人不合的时候，但是你也要捍卫你心中的正义。哎呀，老师，我要哭了。真的，我知道你很辛苦，但是我知道你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加油！好，所以你说什么，你说什么我都不会拒绝你的。好，你说的都是对的。好 ，OK。但是我会建议你不要忙着录影，然后享受一下我们跟同事那个跟同学一起那个交谈的这个过程，好好享受一下。你都忙着帮你的读者做记录，可是不要忘了享受那个空白的时间。安内后我们和阿里公，锦贺，好，锦贺，好，好。那既然有没有是第一堂上课的同学？因为我们几个都是啊。